陶峰跟杜成红偷拍，啊是啥物款人会做这种代志哈？敢有可能是杜成伊家己偷拍？若真正是伊，我就有一句话，陶峰真正是讲，我愿意承担宝宝的人生大事。所以我恳求你，我做好甲宝宝有迄个的爸爸啦。即摆伊的手头有保护，随时都会当甲你起惊，互你身败名裂。所以你一定要想些办法去对付。老婆，你的财产早晚和叶少强拢取走的。老公，太公，看你拄只形容发神经的模样，肯定小春公这耳鸣底也是有问题。张铁，用这种白纸放了挂贴片来威胁人的这种代志，绝对不是少强，而是叶家任何人做得出来。这两位以后莫再胡乱在叶家身上，叶老婆，我来写律师，给告恁一条诬告罪。根本那个性爱光碟，真正不是叶少强弄走的。这份 DNA 报告，那个是今仔日卖开好。我拢不做过什么好代志，你讲白后未对我好啦。你讲曹峰甲杜成红偷拍，啊是啥物款人会做这种代志哈？敢有可能是杜成伊家己偷拍？若真正是伊，我就有一句话，曹峰真正是讲。我愿意承担宝宝的人生大事，所以我恳求你，我做好甲宝宝有迄个的爸爸啦。即摆伊的手头有保护，随时都会当甲你吓惊，互你身败名裂。所以你一定要想些办法去对付。老婆，你的财产早晚和叶少强拢取走的。老公，太公，看你拄只形容发神经的模样，肯定小春公这耳鸣底也是有问题。张铁。用这种白纸放了挂贴片来威胁人的这种代志，绝对不是少强，而是叶家任何人做得出来。这两位以后莫再胡乱在叶家身上，叶老婆，我来写律师，给告恁一条诬告罪。根本那个性爱光碟，真正不是叶少强弄走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